家那位很满意今天两道菜，你家那位爱吃什么呢？开小火，锅底一层薄油，青红椒炒香。来一大块辣白菜，水加到八分满，只需要一勺灵魂韩式辣酱调味。等辣酱融化了，再加入豆腐和肥牛，先焖一会儿。再来一道他最喜欢的大虾，盛出一些炒香的粗盐备用。涂上一层小葱，倒入大虾，用剩下的粗盐盖着被子，盖盖焖五分钟。暖心又暖胃的辣白菜肥牛豆腐汤，搭配咸香的盐焗虾。锅虾应该是男朋友的基础技能吧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